更新了，梁武又更新了，又一款全新炸天装备无限原型，它终于来了。Nice。众所周知，家人们，元气其实一更新会带来很多好的东西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盘点一下这次更新有哪些值得大家去看的呢？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数据核心塔顶的介绍。首先不得不说，这个数据核心塔顶这个玩法，说实话真的有难度。所以上线之后啊，大家务必和吊哥一起来联机挑战哦。至于接下来就是如何完成数据核心塔顶的挑战，这边呢总共有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是阻止充电装置供能，击败炮台。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登上幽浮母舰，击败核心，从而夺回机械石。这样的话才算是挑战成功。当然在这里不得不说一点，是这个关卡难度越高，获得的装备数量就越多，大家可以放心联机解决它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吊哥非常喜欢的全新炸天装备，叫做无限圆心。你看它这个装备击败释放大量流星，真的非常有意思。至于接下来呢，就是每日特别奖励。咱们只要挑战成功数据核心塔顶关卡之后呢，触摸魔法石时会将奖励装备全部改为机械装备，并且额外获得机械零件。至于后面的话，还有一个手控奖励、商城页面的优化以及丘里村场景的变化。好了，家人们，以上就是这次更新的所有内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更新时间，6月17号闪断更新哦。